全靠圣经开导我，名句满是爱心记载，和我沟通，清洗我心灵，令我知道天主是我。尘世我幸有天主导引，还以信望话永在我心观看。饶恕我罪，将一切安排，令我知道始终是天主，始终是我。Hello， 欢迎收看《他的足迹》。早在130多年前已经有传教士来到香港的西贡那里是传教的。今天山神父修女堂区传道员和教友组织了一个叫做百年传教之旅的活动，带回我们重踏当年传教士的正义。百年传教之旅的活动由香港西贡圣心堂出发，第一站是上饶。这间是上饶圣母七苦小堂，现在变成公教童军会的水上活动中心。之后我们一行人经过石滩向浪茄进发。我们现在靠这个电力全部在这里供应，因为呢嗰啲而家咧，我哋係冇錯啦，一路，係啊。根據我哋教區總務處裏邊嘅檔案咧，就係1920年開始，我哋喺直同政府申請笪地喺呢度，大概1300尺度，咁就係我做一個聖堂用嘅。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呢、這個建築物裏，其實個建築都係好典型嘅，因為我哋在新界所有的全教區裏面都是有這些形式的聖堂，一邊就是教堂，另一邊就是宿舍，就是神父的宿舍。因為神父很多時候不一定在這裡住，他路過來這裡，他在這裡過幾天又要去第二條村，一條村一條村地去，所以變成他有個宿舍，甚至有時候一個好像很簡單的辦公室教導力用的地方樣。在浪茄出發，車程加上山路的步行，经过个半钟头，我们终于来到西湾。门父曾经在这间圣堂服务过一段时间，说这里的村民大多数都去了英国，有些就搬了出去市区，现在村里面只剩下几位教友。康神父说，在1950几年的时候，这里不单只有圣堂，还有学校。那个时代是有学校，有圣堂在这里。离开了西湾之后，我们去到大浪，最后来到赤径，而这一间就是赤径的圣家堂，它已经有100几年的历史。今晚我们就会在这里过一晚夜。赤径村呢，就是香港吐露海峡沿路的一条乡村，早在100几年之前，
意大利传教士咧就嚟到呢度传扬天主教嘅教义，咁就有好多人领洗，咁啊教会咧就起咗间学校，而家我哋就企喺呢个赤径永新学校之前。咁呢间学校咧就当时咧为呢条村几两百几人里边，差唔多有成一百个细路哥，为佢哋啲细路哥读书嘅问题啊，佢哋去城市嗰度啊，所以就教会咗呢间学校。咁呢间学校咧一路办到大概系七几年之后咧，就因为啲乡民咧去外地谋生啦，因为去咗大埔啊或者系西贡嗰度住咧，大部分乡民搬出，就啲细路哥咧会出咗城市嗰度读书，咁呢度学校就关闭咗。咁后嚟教会咧就用呢度地方俾啲青年人咧呢度啊喺度宿营啊咁样。经过一晚嘅休息之后，我哋一行再次踏上旅程，前往白沙澳。其实教区档案署点解会举办今次嘅活动呢？今次嘅旅程，我哋就系回顾翻啲传教士，佢哋喺上个世纪喺呢个西贡半岛呢度传教嘅情况。当时佢哋咧啊，啲传教士除咗喺维多利亚港嗰度传教之外咧，主要佢哋就派啲神父嚟呢啲啊地区，就系、是、逐个村落咁样传教咁。咁我哋啊，而家系130几年之后咧，咁你就再想有一班嘅神父啊、修女啊、传道员啊一齐嚟呢度咧，行翻呢一条路程，回顾翻佢哋当时传教嘅一啲情况啦，亦都体验一下佢哋攀山越岭嘅辛苦。咁我哋今次安排嘅咧就由係浪茄啦，然後行去我哋再跟住咧就大浪西灣大浪，然後赤徑。咁過一晚之後，第二日咧我哋就喺赤徑去白沙澳，然後咧就南山荔枝莊深涌，咁呢啲地方咧就行一個框。我哋今次嘅旅程咧，就系一个尝试嚟嘅，因为我哋行咗呢一次咁嘅旅程之后咧，希望教区里边嘅有心人士，佢哋可以自发咁样去睇翻下呢当时传教士佢哋喺呢一传教嘅情况，咁可以造成一种啊风气，咁佢哋亦都一方面可以嚟行山啊，体验一下啲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体验一下当时传教士嘅热忱嘅。我哋想问咧，呢度间圣堂嘅历史点样噶？初嘅时候系要翻去1870年代嗰阵时啦，又开始有人放教，系封咗教之后啦，佢哋努力系起一间圣堂喺度啊。系不限喺1874年嗰阵时，有好大嘅台风大风，就打烂咗呢间圣堂啊。喺佢哋再起啦，系起几次啦，因为每一次大风嘅时候，嗰阵时建筑唔系几好嘅，所以咧好容易打烂噶。田神父话喺以前呢条村有200-300位教友，可以算得上系一条教友村。猪鸡都有。离开咗白沙澳，我哋经过荔枝庄，终于到深涌。而呢一间就系深涌嘅天主堂，亦都系我哋行程嘅最后一站。当时传教士嗰种为主音路啦，饮水思源啦，之后能够带俾我中国嘅教会喺香港登陆啦。我即系去翻我以前去的地方咧，咁真系好有一份嗰份感情喺嗰度。咁同埋咧，有啲未去过的地方咧，咁我又即系又会觉得，即系我哋以前我哋即系保协会嗰啲修女咧，即系原来咧佢哋即系经过系咁艰辛咁传教噶吓。即系有一个唔舒服嘅感情，就好似系有啲嘢死紧啊咁样。不过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即系教会系。不停咁样更新同埋改善，同埋现代化嘅，好感动啊！哇，原来以前啲人咁辛苦啊，攀山涉水啊，去传教啊。So I am tired, but I am happy that I have done it, and I hope that young
people may see, may learn a little bit from and hear also all these things that what our first priest and our first sisters have done. 而家咧都睇到温神继续紧，虽然冇人，但系佢改变咗佢传教嘅方针，就系话将呢啲旧时嘅传教地方变为营地。咁我觉得我哋好需要咧，以后能够人去支持下温神父。即系其实历史咧系一个点金石嚟噶，即系如果我哋完全话过去嘅嘢由得佢过去嘅话咧，我哋就睇唔到一个好立体嘅一个整个世界。因为我哋生存嘅世界咧，唔系净系呢一代，我哋系拉埋几千年，尤其是我哋嘅教会，我哋嘅道理咧系从中途传下来的。都同埋佢起一沟咧唔简单咯，譬如你同嗰啲村民咧建立咗感情啊，咁同埋咧你又要学翻佢哋啲地方嘅方言啊，咁如果以一个外国神父咧去学佢哋啲方言咧，我觉得系好困难咯。哎呀，这个变色，这外面已经没有香的，从现在这么些个饼，这么些个饺子哟，这么几十年都一下子下来了，没有了，这吃这没有没有香到的，有这么大的变色。佢哋种咗果实啦，但系咧收完之后又冇继续啊，即系我而家觉得可惜就系、是，嗱而家个度度都有见咗圣堂喺度啊，又系圣堂，但系可惜就系冇教友。嗰、那个耶稣为神父啊，佢嗰阵时咧，每个星期都来呢度开弥撒，行路嚟嘅话，即刻行路行到呢度嚟嘛，行到呢度嚟，我哋今日行咗呢条路啊，佢个个星期行嘅，咁啊佢系即刻嗰度拎啲圣体度种，所以呢度前人咧做嘅嘢咧，后人都有得益嘅，唔系话冇嘅。好似啲大海咁样涌埋，即系有一个嘅责任，一个使命喺即系个教区教里边做事，咁嚟到呢度会觉得呢度冇啦，唔紧要嘅。而家有另外一个新嘅希望喺边嚟。And I got two eyes that can see everything very far away, but I know that this experience is with me, whatever. Even if I can say something to somebody, but it's not what I experience.我哋今日一齐行翻以前嗰啲传教士所行嘅路，系新路比较辛苦。但系点解啦？佢哋行咁辛苦嘅路啦，因为佢哋咧嗰阵时人啦系住呢啲村、呢啲地方，所以咧传教士咧一定要跟本地人嘅一切生活，跟佢哋行所行嘅路。而家啦就系、是、人啦，唔系呢度住噶，佢哋搬到大嘅城市里边住噶，算系村教士啦，都要跟佢哋去啦，佢哋去边度噶，村教士都要去边度。咁我觉得即系今次成个旅程里边嚟讲，为我哋信徒嚟讲，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系一个体验嘅机会，特别系一个培育嘅机会。培育方面有五方面，第一能够加深我哋信仰心。第二咧系呢个教会感，第三系香港心，第四咧系中国情，而第五个咧系福传使命感。咁我嘅好希望咧，未必青年人啊，总之愿意加强属灵生活嘅人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旅程，可能半日，可能一日或者两日。咁我觉得即系无论长短都好，呢个好机会咧，去增强我哋教友嘅传教心火。六十年代咧，东平洲嘅离岛度啦，仲未有任何圣堂噶。喺嗰度嘅神父咧，就曾经借用过庙宇离开离散。呢一日市庆中心一行十多人去到距离香港最远嘅离岛东平洲进行拍摄工作。早喺1960年，陈子恩神父已经去到东平洲，亦都系呢三位神父之中。最早开始在那里的牧民工作。我是1960来的，那时候有300几个人。但是这些教友就是很穷苦的，因为这些地土都不种得什么东西，主要是靠打鱼为生的，所以十分穷。就算种东西都有问题，就是因为这些水缺乏。我来的时候，整个平洲岛呢，大概有800多居民，
咁樣其中有三百幾呢就係另一洗係靠油。咁樣呢就呢啲咁多人口八百幾人呢，咁一到水乾嘅時候呢就冇水飲㗎啦。佢全村係得幾個井係好水。如果你再掘第二啲井呢都唔係好水。嘅意思即係話掘落去嗰啲井呢嗰啲水都係鹹嘅。總之唔能夠當普通好水。咁樣呢所以呢就嗰、那個井呢時時呢一到冬天唔係到到水乾嘅時候嗰、那個井就鎖住㗎啦。全村嘅人呢每家呢全島嘅人每家只係一殼水嘅啫。規定每人一殼。當時有三條村呢三個井係好嘅。所以每人只係準每日用一殼水。如果是自己本村的居民呢就可以酌量比多啲。比几多呢就唔係清楚。不过总之个井时时都锁住嘅。江阳神父是在六年的时候被调派到当时属于大埔塘区管辖的东平洲工作。不过当时岛上的建设比起陈子恩神父在度工作的时候已经进步了好多。我记得我1968年呢我调离大埔工作呢我来这里的时候呢是有新学校新圣堂。跟新圣堂呢已经是起好几年的了。这样这里呢成为小哥他们好像祠堂这样在这里聚会啊小哥为立功课啊在这个空地那里玩啊。我来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传教姑娘叫刘姑娘就住在后面最小的那间屋那里。咁佢就幫我照顧聖堂啊打掃啊安排啊離散。每個星期日呢佢就帶啲教友喺聖堂嗰度念經冇神父嚟嘅時候。咁主日呢冇神父啦我哋日嚟啦平日就做離散。我都唔記得呢間樓叫咩名啦而家都睇唔到嗰啲字啦。而喺佢哋後面就係東平洲早期已經起好嘅學校。由於之後興建咗新嘅學校所以呢間舊學校已經係荒廢咗好耐。而温义正神父在1978年才开始这里的工作不过当时住在东平洲的村民已经是少之又少我呢就78年初来到这里就已经是没有牧人工作了不过有两家教友呢每个星期六呢就入来做星期日就走了在这里做生意在这附近呢在这里结紧屋咁听讲呢呢度嘅地方呢曾经做学校同埋开年神呢係五几年。咁样呢就教会好早就係呢度发扬啦开始啦之后就去到上面嗰个山上面嗰个新圣堂。当日除咗我哋呢班稀客之外岛上只係剩返两三个人而呢间士多负责人就係其中一个。而我哋之所以搵到呢间圣堂就是因为几位神父和一位女青开偈而得知的。借啲脸来我哋帮佢影一影相。系啦，呢度上去睇下咯。诶，要借啲脸先得啊！你多借一借。当温义正神父知道上圣堂嘅路之后，就第一时间我哋上去圣堂。温神父仲一马当先，揸住向士多借翻嚟嘅镰刀，斩去两旁嘅树枝。唔使五分钟就已经上到圣堂。嗱，佢一斩咧就得嘅。圣心圣堂嚟嘅，我嘅圣像而家已经拎咗去北角圣堂。师傅英，记唔记得我哋班青年帮手搬啲柜凳去咗赤径啊？呢啲柜凳全部我哋搬晒赤径。由于岛上已经冇晒教友，而圣堂亦都空置咗，但系根据嗰位神父所讲，呢间圣堂应该系喺六至六八年之间建成。大家亦都可以见到厂内嘅祭台系一般祭台大好多嘅。佢冇经验啊，第一次嘛，第一次办英企主教办咧，而家要开一个乡市教友嘅祭台，就做到咁长咯。佢冇实质嘅需要嘅经验，所以做到咁长。圣堂坐咗几多人？嗰阵时话坐几百人嘅，系坐几百人啊？嗰啲柜凳咧，我后来搬晒赤径，后来赤径嗰间圣堂做咗营地就将啲柜凳呢个烧晒，哎呀晒咗！嗰个圣像你可以揾到喺北角圣若达堂揾到嗰个耶稣像，耶稣像系圣心像，一手揞住个心，一手摊开嘅。你去到圣若达堂，你可以问嗰度揾睇个圣像揾到嘅，一定揾到嘅。温义正神父同我哋讲，
通常那些东平洲的原居民过了身，很多都会选择回到东平洲下葬。而那天我们就去到这些坟地拍摄。咁跟住有一个新的坟墓，看样子好像这个人是下葬了没几耐的，你识不识这个人的？我就识得他，他是村长，而家呢个村长姓邱嘅，邱先生嘅嫂嫂。咁啊，两个星期呢前呢，我系又同佢出生嘅。咁啊，隔篱呢个就系佢丈夫嚟嘅，就系邱先生嘅哥哥。咁啊，隔篱个呢就系一个教友90几岁啦。佢呢个人呢就冇人打理嘅，手系我照顾佢，一直照顾佢到死，然后同佢装喺呢度，个身份系我帮佢做嘅，而家就喺呢度。所以呢度呢就从1978年开始，直到今日呢就冇木文工作，即系每年我来到几次为呢个丧礼举行丧礼，就有咁样工作啫。所以呢度呢风水好，又相住大海，咁啊啲村民好中意呢翻嚟呢度安葬佢哋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陈子恩神父喺拍摄嘅时候一直都系着住一对拖鞋，直至我哋去岛上嘅潭公庙，佢更加系剥咗对鞋赤脚拍摄。陈神父，我哋而家嚟到平洲呢度潭大仙庙。咁我见到你嚟到呢度又着翻块神父衫，你咩意思啊？因为咧，我1960嚟嗰阵时系未有圣堂嘅，咁就喺呢间庙嗰时开嚟杀。而当时嗰啲人咧，多数都唔着鞋噶啦，咁所以咧，我都系唔着鞋啦。咁一路上岸，一路喺呢度几日都系冇着鞋嘅。都是打赤脚的，咁所以呢而家呢我又试下学返以前咁样。咁样呢开尼撒就係借人哋呢间庙嚟开尼撒。瞓觉呢都喺呢间庙嗰度瞓。咁所以呢就係比较特别啲，好多人都话未听过喺庙里面开尼撒。咁所以我而家又试返一次，着返呢件长袍，拎返个圣爵同埋嗰啲葡萄酒。咁啊预备开尼撒。不难得呢嗰啲其他嘅拜神嘅借出间庙堂我哋做宗教仪式。呢个好难。宗教一啦希望。係啦，又喺度住添。因为夜晚仲有喺度住嘅。咁所以呢嗰陣时喺嗰时都未有码头，就咁样呢就即船泊埋岸边，咁就上嚟，咁就一路行到嚟呢树，咁样呢一定要带埋一个伙计嚟喺度饭食呀，咁样。咁然后完饭之后呢，夜啲唔多啦，咁就喺度打钟叫啲教友嚟，然后就喺度听告解。听完告解之后呢，个伙计就预备啲水，我哋洗面呀冲凉呀咁样。咁啊瞓觉之后都喺呢啦，瞓完觉之后第二朝呢就喺度开尼撒。咁有乜嘢行其他嘅圣事啊等等呢，暂时都系以呢间庙嚟到做中心啦。喺一间庙里面开尼撒，相信好多教友都系第一次听。但系呢个亦都可以反映到当时东平洲嘅村民彼此都相处得好融洽。佢哋虽然信奉唔同嘅宗教，但都好大方咁借出呢间庙俾一班教友开尼撒。呢样嘢的确系难能可贵。全教是凭住一股热诚同埋毅力，冲破咗语言上嘅障碍，克服种种嘅困难，离乡别井咁嚟到香港传教。你嘅传教精神啦，确实令人敬佩噶。不过啦，今时今日喺非洲同埋中美洲，每日仍然有好多嘅传教士面临住死亡嘅威胁，甚至为主殉道。下一集嘅塔利足迹，我哋探讨呢个问题。周围。